第31题，氮的原子序为7，氧的原子序为8，则一个二氧化氮分子有几个电子？我们晓得所谓的原子序就是质子数，而正常的原子质子数会等于电子数，于是我们的原子序是7，就表示有7个电子；原子序是8，就表示有8个电子。所以 NO2，N 一个 N 有7个电子，一个氧有8个电子，我们有两个氧，所以总共电子就是7加上8乘以2，就是7加上16。23个，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，则一个二氧化氮分子有几个电子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23个。